到我叫你老师。你得了吧。对。别，还要多多学习。德老师，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？你们好，我是 Dexter King， 我的朋友们叫我德老师。德老师，哥哥，弟弟，我的主要风格是 dance pop， 但是我也比较喜欢比较 retro 又同时很 future 的任何音乐，因为我是一个在过去生长到现在特别喜欢去做未来的音乐的人。那这一次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？这首歌其实因为我在上海有两个月的时间。为什么会写这个呢？因为当时网上疯传了很多视频。谢谢你，就是说谢谢你，听我说谢谢你。是的，到底去谢谢谁我没有一个主体。现在的感受硬说的话，我其实现在是想谢谢现在现场的所有的老师，我的朋友们和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让我们能在这里开一个大 party， 我今天很开心。那你未来有希望在节目里呈现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吗？未来的话会比较延续之前的又 retro 又 future 的风格，比如说现在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风格，在车里面也听，运动的时候也听，这个风格叫做 future funk。 future funk 它就是一个比较 funky 但是又比较 retro 的这种非常 vibe 的音乐。你们感兴趣的话，我的电脑里面有50首这样的比较成熟的 demo， 欢迎你们来听。卖歌了。那您平常做歌会接受改多少遍？我做歌接受过改任何遍，其实因为它是我的一个主业，它是我的工作。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，然后可能改了几十遍之后会用第一版，但是只有试过之后才知道哪一个音色更适合。希望接受修改。OK， 希望后面一起交流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。刘雨欣，请问你想给 Dexter King 充电多少电量呢？能点钱吗？200。充电，我给你100。500。哇哦！电音人 Dexter King， 请走到制作间中央喜力特别装置处，拿起喜力星银，走到歌手刘雨欣面前，与他碰屏确认。没有，那我叫你老师。你得了吧。对。别，还要多多学习啊！因为我是一直在研究怎么能把新的东西做让大家接受的。是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这个是一样的理念。把阿卡帕拉关了，其实它是一个特别 future、特别好的一个 beat。行，我们可能要跟你好，那我们坐这里。DK 老师是一位非常有经验，而且非常有阅历制作人。因为德老师选了我，而且他的经验很丰富，也精通很多乐器。所以我觉得要以新换新，希望可以和他磨合出好的作品。我没有特别专业，我只是想学习一下。EDM 里面是不是用的合成器还是比较多的？那个四拍的叫 house beat。house beat。啊，就你听到的邓斯达斯、邓斯达斯，这就叫4拍的 house beat。它的那个 beat 用的是什么？是什么音色？也不是，肯定不是合成器里吧？808/5吗？还是什么？后面那种是什么风格？就刚刚就放了这个。没事，你可以坐过来，我们可以聊。